这里就没东西。哇，你太贪心了，都没有问别人。吃东西不可以那么贪心，要问别人。哎，金伯迪，你怎么也吃啊？你可以吃吗？杯子。你买怎么喝的？他给我六个名字。你的茄子啊？有一个跟我妹冲突到，然后后来觉得秀仪比较有气质。在睡觉，不起来。